其實很多指甲店是有的，那你就帶你最喜歡的相片即刻可以過落個機度，那放一隻手指進去大概六七秒就已經即刻整張相片編了在你的手指甲上了。那如果用人手畫呢，根本就沒可能畫到這麼 detail 的相片。那我今次呢整了 Hello Top Top 下去呢，好開心啊，是不是覺得我很變態要天天對著隻狗設計埋咧，你唔使諗話其實咩色嘅，我覺得佢哋咧都襯得好靚啲色，好女仔啦，唔會有嗰啲好靚嘅 design 出現咗嘅。因為我都整過幾次咧，我出親街咧，我啲朋友一見到我就會問我：哇，好靚嘅，邊度整嘅咁？